各位弟兄姊妹，下午好。各位弟兄姊妹，午安。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下午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下午的崇拜。诗篇第36篇，凡求告耶和华的，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拯救他们。让我们同心为今天的敬拜祷告。让我们同心为今天的敬拜祈祷。天父，天父，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求你赐我们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敬虔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仰望、感恩、赞美和敬拜，献上我们的仰望、感恩和赞美敬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跟住我哋唱诗，赞美真神，请起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继续祷告。让我一起低头继续祷告。全能、慈爱、荣耀的三一真神，全能、荣耀、慈爱的三一真神，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圣洁的你愿意亲近有罪的我们。
神遇见你，愿意亲近我哋。神爱着我们，为我们舍己。神爱我哋，为我哋舍己。我们为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美好的事情献上特别的感恩。我哋为神赐俾我哋特美好嘅事献上特别嘅感恩。天父，天父，我们怀着一颗虔诚感恩的心。我哋怀着一颗虔诚感恩嘅心。感谢赞美神荣耀之名，感谢赞美神荣耀之名。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来自天父那里真正的智慧。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来自天父那里的真正的智慧。时刻预防敌基督，时刻预防敌基督。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时刻牢记，让我们弟兄姐妹时刻牢记。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荣耀神。求神消除我们的嫉妒，求神消除我们的嫉妒。让我们学会驯服，让我们学会驯服。时刻爱神，时刻爱神。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爱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不只是爱着自己，不单止爱自己。求神让我们的内心被圣灵充满，求神让我内心被圣灵充满，学会怜悯与爱心，充满怜悯和爱心，让我们每天做一个蒙神满意的义人，让我们每一日成为一个蒙神满意的义人，成就神的道和义，成就神的道和义。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与保守，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慈爱和保守，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感谢恳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虔诚感恩驯服的心，感谢神赐给我们一颗是感恩驯服的心。在教会里一起学习忠心服侍神，在教会里面学习忠心服侍神。求神赐我们爱心，求神赐给我们爱心。在教会的生活中，在教会生活中，学会体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们的难处，能够去学习体会每一位弟兄姊妹的难处，多包容接纳其他的弟兄姐妹，多多包容接纳其他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内心不要存有一丝的嫉妒，使我内心不会存在一些嫉妒。求神在我们身上多结善果，求神在我们身上多结善果，带领我们每日顺服并称赞主的名，带领我们每日顺服称赞主的灵。求主继续保守并施恩于这个教会，求主保守继续施恩给这个教会，赎尽我们身上的过犯与罪恶，赎尽我们身上的过犯和罪恶，保守我们教会的中文牧师的招聘，保守我们教会中文牧师的招聘，赐我们心意的中文牧师，赐给我们心意的中文牧师，继续扩张东区和城中教会的境界，继续扩张东区和城中教会的境界，希望神的福音，希望神的福音。求主保守杨医生弟兄的口，求主保守杨医生弟兄的口，让我们学会时刻的警醒，让我们学习时刻的警醒，时刻拒绝敌基督，时刻拒绝敌基督。求神保守我们下周教会会员大会的顺利召开，求主保守我们下一个礼拜的会员大会的顺利的召开，求神赐我们并让我们显出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们，求神来教导我们能选出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继续忠心顺服并勤奋事工，继续忠心服侍并且是兴旺事工，继续把我们教会建成充满感恩并合举于心意的教会，使我们教会是成为了充满感恩合神心意的教会。天父，也求你特别看顾在身体上有不适的弟兄姐妹，天父要求你是特别看顾在身体上有不适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年长和需要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年长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将神医治的大能时刻写在年长的弟兄姐妹们身上，将神医治的大能时刻显在喺呢啲弟兄姊妹身上，让他们不再遭受任何的痛苦，让我哋不再受任何嘅痛苦，从而有一颗健康的身体敬虔服侍神，
從而有一個健康的身體係繼續服侍神。天父，天父，愛我們的主，愛我哋嘅主，恳求神使我們在主的靈裡茁壯的成長。恳求神你使我哋喺靈裏邊係茁壯嘅成長。栽培我們的信心與愛心，栽培我哋信心同埋愛心。也求神给我们继续加添力量，也求神继续加添我哋嘅力量，在苦难中学习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喺苦难当中学习主耶稣喺十字架上嘅顺服，操练并把神的话应用到我们每一天的教会生活中，操练学习神嘅话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在教会里时刻关爱与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时刻关爱照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时刻高主神，时刻高举神，愿神的名在我们教会和每一位弟兄身上得到荣耀，让神名声在我们教会和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得到荣耀，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和祈求，让神垂听我的祷告，时刻怜悯我们，应允我们。时刻怜悯我哋，应允我哋。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下面让我们一起举祷文，结束今天的祷告。我哋一齐用主祷文嚟结束我哋嘅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下面我们以起印继续我们今天的敬拜。跟住我哋启印，继续我哋今日敬拜。今天起印的主题是起印六十二章，神是保障。启印的主题是神是保障。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跟快如无路的蹄，又使我在高处看云。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翅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与我作盾牌，你的恩和使我伟大。你是我脚下的地方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住在全高者隐民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阴影。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便救你脱离无了的人的网罗和毒害的威胁。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用你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怕黑夜的惊吓，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的瘟疫，或是午间黑暗的动力。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住所。我话必不临到你，灾祸也必不临你的住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绑在石头上。跟住我哋唱诗，主是磐石。Oh,
下面让我们一起朗读神的话语。让我一起朗读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以齐声的方式朗读《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到第二十七节。我一起齐声朗读《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廿七节。第二章第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今世末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许我们的，若是许我们的，就必然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许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基督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下面我们有请杨医生弟兄给我们带来主日的信息，谨防敌基督。今日主日信息是慎防敌基督，请杨医生弟兄。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这个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主题啊，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常讲的一个主题。我今天见到的主题是在教会里面是不常讲的主题。如果我不是一开始就计划着要按照经文的顺序来分享的话，如果我不是为了要顺序来讲这个经文的话，我很可能也不太会选择这样的主题。那很可能我都不会是选这个主题。但是按照经文的顺序，我们今天就读到了这一段的经文。根据经文的顺序，今天我是讲到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借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敌基督。我们今天就藉着这段经文来思想什么叫敌基督。好，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真理。当我们来到你面前，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灵引领帮助我们，求你的灵引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能够明白真理，遵行真理，遵行真理，持守真理，持守真理，分辨是非，分辨是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透过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都碰到过与摩门教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啊，这次的他们的一次的人的一次经历。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都是遇到过是摩门教或者是这个是。那么我看到有的姊妹在摇头，可能有的人没有碰到过啊。有些人可能没遇见过。我给你们讲一个例子，我当时在休斯顿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当年我在休斯顿的时候，在华人超市的停车场，在华人超市的停车场，我们就看到两个小年轻的人，我就见到两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衣，
穿着白色的恤衫，骑着自行车，也举单车。他看到我，他就走到我面前要跟我这个说话。他就来到我面前想跟我讲嘢，而且还给我一些材料，而且给我一啲嘅资料。因为我当时也不认识神，我对他那些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因为我当时系唔认识神，我对他给我嘅资料系冇兴趣。但我后来就慢慢知道，这些人就是摩门教的宣教士。后来我就慢慢知道，依然呢就是摩门教的宣教士。那么，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这是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一次的异端的敌基督的信仰。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人是比较大一点的异端的。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身边，在我们的周围啊，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花样繁多的敌基督。其实在我们周围身边呢，有些没那么规模那么大的一些的敌基督，远超过你我的想象，远远超过你我的想象。纯正的真理只有一个，纯正的真理只有一样，但是这是敌基督的信仰花样繁多，是比唔比基督嘅信仰花样繁多。他们有的是从这个教会外部渗入到教会里面，佢哋有啲系从教会嘅外部系渗入到教会嘅内部。那么有的呢，是从教会的内部产生以后离开教会，另立门面。有啲喺从教会嘅内部系慢慢嚟繁衍出去，成立一支门户。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应对？咁我哋作为基督徒，我点去应对咧？第一世纪比利亚的信徒就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第一世纪比利亚信徒就俾我哋一啲好好嘅榜样。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知道是与不是。佢哋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是与不是。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查考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今天就要藉着查考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敌基督的身份，我们来思想敌基督的身份本质本质，以及我们如何来防范敌基督的侵扰，以及我们如何来防范敌基督的侵扰。今天的信息有三个要点，今天信息有三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认清敌基督，第一个就是要是认清敌基督。第二是要长存神的道，第二就要长存神的道。第三个是顺服神的灵，第三样就是顺服神的灵。我们先看第一个要点，我先看第一个要点。经文的十八节说，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那么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约翰两次的提到如今是末时了。在十八节里约翰提到两次是如今是末时了。那么末时与末世，末后的时代，末后的日子是同一个意思。末时末世，末后日子，同埋一啲都是表达同一个意思。那么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带来神的国度，带来了神的国度，那么就开启了末后的时代，就开始了末后的时代。那么直到 主耶稣第二次来，就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也就是再来，亦都系再来。那么这一段的时间，咁一段时间，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包括我哋而家身处嘅呢个时代，都是末后的时代，都系末后嘅时代，也就是都是末时。亦即系末世，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喺个末后嘅时代，一方面基督的福音已经成就，一方面基督福音已经成就，我们可以因着信而信耶稣而进入神的国度，我可以因着信信耶稣而可以进入神嘅国度。但是另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罪恶仍然存在，罪恶依然存在，敌基督的出现就是这种罪恶的一种表现形式，敌基督嘅出现就系一种罪恶嘅一种嘅表现。那么敌基督它包括冒充基督或者叫假基督以及反对基督，敌基督就是冒充基督或者是反抗基督或者是对抗基督。这个词在今天十八节的经文里面出现过两次，
呢个词喺十八节经文系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单数，他说那敌基督的。第一次系讲系那敌基督的。一般认为呢，是指在末后的日子站出来反对基督作王的那个人。一般来讲是指末后出来作王反对基督作王的人。那么就是撒旦的化身。就是撒旦的化身。那么是所有的历史历代敌基督的总后台。就是所有历史历代敌基督的总后台。那敌基督的他有自己的国度。那敌基督的有他自己的国度。那么是与神的国度彼此对立的。是与神的国度是彼此对立的。他也有他自己的差役，我有自己的差役。那么包括这十八节里面提到的好些敌基督的，包括在十八节提到是好些敌基督。那么这个在这个的上下文当中，就是指那一些的假教师。因为在上文来讲，就是指那些假教师。他们是那敌基督的先锋，他们是那敌基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就是这个末世的标志之一。他的出现就是一个末世的标志之一。那么因此经文说，现在已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因此经文这么说，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现在是末世。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那么接下来约翰就揭露了那是假教师，那是敌基督的他的身份。跟着呢，约翰就揭露了那些假教师，那些敌基督的身份。那么经文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然都不是属我们的。在十九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里的他们是指那些敌基督的。这里所说的他们是指那些敌基督的。那么具体的约翰一书就是当时的那些假教师，具体的约翰一书就是当时的那些假教师。而我们是指真的信徒，而我们是指那些真的信徒，就是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教会。那么这些假教师名义上是加入了一个地方教会，这些假教师名义上是加入了一些地方教会，成为教会的成员，成为了教会的成员，隐藏在教会当中，隐藏在教会当中。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这里的出去，那么就是离弃使徒的教训。这种出去就是离弃了使徒的教训，也就是离弃神的真理，亦即系离弃咗神嘅真理，离开基督的身体，离开咗基督嘅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就系基督嘅教会，中断了与基督肢体的交通，中断咗与基督嘅肢体嘅交通。这里的出去显明他们的身份，呢度嘅出去系显明咗佢哋嘅身份，不是属我们的，唔系属于我哋嘅，他们不是真的信徒，佢哋唔系真信徒。那么为了强调敌基督与真信徒的区分，要强调系敌基督和真信徒的区分。约翰进一步的假设，约翰进一步的假设，若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就必仍住在我们中间。但是事实上，但事实上，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那么显然都不是属我。是显明都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请注意，请注意，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显明都是不属于我们的。那么从表面上看，表面上看，他们出去，他们离开教会的行为本身暴露了他们真实的身份。他们出去，他们离开了教会的行为已经暴露了他们真正的身份。那么可能有人会想，可能有人会想，如果他们不离开教会，如果有人不离开教会，他们不出去，他们不出去，那么他们是不是就不会暴露身份呢？那么他们身份就不会暴露了，是不是就可以自述地隐藏在教会里面呢？是不是就可以继续隐藏在教会里面呢？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不可能，不可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从约翰一书前面两章的经文当中来找到线索。我可以从约翰一书前两章经文可以找到答案。我相信这次假教师已经隐藏在教会当中有一段的时间。
我相信这些假教师隐藏在教会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但是根据在我们的一章这个二章的经文啊，我们也看到，比如说从一章的六节，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他们说他们是与神相交的，但是他们却是在黑暗里行。譬如在一章第六节讲到是啊，但是他们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他们就是说谎话，他不信真理。他们就是说大话，不行真理。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罪，他们自欺，真理也不在他们的心里。他们声称自己是无罪，他们自欺，真理不在他们心里。他们声称自己没有犯过罪，以神为说谎。他们声称自己是没犯过罪，以神为说谎的。他们声称认识神，但却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声称认识神，但却不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声称是住在主里面，但并不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他们声称住在主里面，但是不照主的意志去行。他们声称是自己在光明当中，但是他却恨他的弟兄。他们声称自己住在光明之中，但却恨他的弟兄。那么总之，他们生命的样式暴露了他们的身份。总之，他们的生命样式就暴露了他们的身份，显明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显明他们不是基督的门徒，而是敌基督，而是敌基督的。他们失去了在教会的立锥之地。他们失去了在教会里的立锥之地，不能再掩盖，不能够再掩盖，不能再隐藏，不能够再隐藏。神爱他的教会，神爱他的教会，怜悯他的教会，怜悯他的教会。到了神所定的时间，到了神所定的时间，就迫使他们离开教会，就迫使他们离开教会，以免真信徒受到迷惑，以免真信徒是受到迷惑，教会受亏损。教会受亏损。那么这些假教师的羞辱，他不但暴露在当时教会的众人面前，这些假教师的羞辱不单止是暴露在当时教会的众人面前，更是记载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更加记载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成为2000年来众教会的警戒，成为了2000年以来众教会的警戒。19节的后半节说，19节的后半句怎么讲？若是说我们的，若是说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这启示了我们一项很重要的救恩真理。这个显示了一项很重要的救恩的真理。那么就是真信徒，虽然他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属灵的高峰和低谷，就是真信徒，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属灵生命的高峰低谷。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保守，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和保守，他都会持守信仰，直到见主的面。他们都会持守信仰，直至到见主的面。因此，真信徒不会失去救恩的。所以，真信徒是不会失去救恩的。因为救恩的确据不在于我们，因为救恩的确据不是在于我们，而在于拯救我们的主，而是在于拯救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也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主耶稣应许说，主耶稣应许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约翰福音6章37节的教导，是记载在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需要澄清一点，还是要澄清一点。那么信徒持守他的信仰，并不是赚取救恩的手段。信徒持守的信仰，并不是赚取救恩的手段，而是信徒新生命的一个标记，而是信徒新生命的标记。圣经里面多处明确的启示，圣经多处明确咁样显示，真信徒不会丢失救恩，真信徒系唔会丢失救恩嘅。那么我们来怎么解释我们身边可能会碰到的一种现象？那我们怎样去解释我们身边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就是有的人开始是信耶稣的，就有些人开始是信耶稣的，也受洗了做基督徒，也是受洗作为基督徒，也有教会生活还挺热心的，有教会生活是很热心的。那么后来呢又不信了，但后来又不信了。最近呢有个弟兄与我分享了他儿子的经历，最近有位弟兄跟我分享了他的仔的经验。那么是件很让人痛心的事情，实在是很让人痛心的一件事。这个孩子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这个孩子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规律的去教会，
去教会嘅好规律。初中嘅时候受浸成为基督徒。初中嘅时候系受浸成为咗基督徒。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呢？但系入咗大学之后咧，他就不去教会，佢就唔翻教会啦。而且于是伊斯兰教家庭的人士孩子走得很近，系同一啲嘅伊斯兰教家庭嘅孩子玩得好埋。他后来成了一个伊斯兰教教徒，后来佢成为咗一个伊斯兰嘅教徒。那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孩子丢失了他的救恩呢？咁我哋能够话呢个孩子系丢失咗佢嘅救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样，表面嚟睇好似系咁样。但是今天二章十九节的经文就教导我，但是今天二章十九节的经文就教导我们，那些半途而废离弃信仰的人，那些半途而废离弃信仰的人，那么他从一开始他就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们从最初开始就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就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得救的信心，他就没有得到得救的信心，所以他就不是真的信徒，所以他就不是真的信徒，他不属于基督的教会，他不属于基督的教会，而真信徒的救恩是稳固的，而真信徒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神必保守到底，因为神必保守到底。那么使徒在揭露了那些敌基督的身份以后，那使徒在揭露了那些敌基督的身份之后，紧接着教导信徒永生的确据，跟住就教导信徒永生的确据，这也是约翰一书的核心的主题。呢个亦都系约翰一书核心嘅主题。经文的二十到二十一节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经文嘅二十一章廿二十廿一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么真信徒从那圣者受了恩膏，真信徒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就是指圣灵的内住，就是指圣灵的内住。我们等一会还有一点具体的分享，跟着我们有一些具体的分享。因着圣灵的引导，因着圣灵的引导，真信徒知道这一切的事，真信徒知道一切的事。在二十七节是由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在二十七节讲是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二十节的这一切的事和二十七节的凡事，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会像神一样。二十节的这一切的事和二十七节的凡事不是说我们是好像神一样，我们能够全知，我们能够全知。那么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在上下文中就是指有关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指有关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那么对于真信徒来说，对于真信徒来说，这些真理在初信主的时候就已经领受了，真理在初信主的时候已经是领受了。那么使徒再次确认他们明白真理，信徒再次确认他们明白真理，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内住，是真的信徒，是真信徒，教导他们永生的确据，教导他们永生的确据，并且强调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并且强调他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要教导他们新的真理，并不是要教导他们真理新的真理，而是确认他们从起初所领受的真理，又要确认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真理。那么紧接着使徒约翰指出了敌基督的本质，跟着使徒约翰指出敌基督的本质。经文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谁是说谎话的呢？廿二至廿三节讲到是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是那不认耶稣基督为不认父与子吗？不认父与子的，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就没有父。认子的，认子的，连父也有，连父也有了。啊，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度使徒会睇到，约翰一书当中的敌基督，他有他的本质，有两个不认。
约翰一书嘅所讲嘅敌基督，佢呢度又讲有两个不认。那么第一个是不认耶稣为基督，第一个系不认耶稣为基督。第二个是不认父与子，第二个系不认父与子。我们先看第一个，不认耶稣与基督。我现在第一样系不认耶稣为基督。那么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耶稣为基督系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救主，系神所高立嘅救主。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这个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记载，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这么记载，大祭司该亚法审问耶稣是说，大祭司该亚法审问耶稣啊，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我指着永生神，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么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对他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你说的是。那么这里耶稣借助于仇敌的对话，这里耶稣是借助与仇敌的对话，亲口确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亲口确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那么此外，在新约圣经当中，使徒们所宣讲的信息都是围绕耶稣是基督的这个中心。另外在新约圣经使徒所传的所传讲的信息都是围绕着耶稣是基督这个中心。比如使徒约翰他告诉我们，譬如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他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但记这些事，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的教导，因为记载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今天的经文还告诉我，今日经文都话俾我听，敌基督的人有第二个不认，敌基督嘅人有第二个不认，就是不认父与子，就系不认父与子。圣子耶稣是受父神的差派。圣子耶稣是受神父神的差派，降世为人，降世为人，做世人的救主，作世人的救主。二十三节进一步的给我们做了解释，二十三节进一步的向我们解释，凡不认子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就没有父。认子的，认子的，连父也有啊，连父也有了。因为耶稣曾教导门徒说，因为耶稣曾经教导门徒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么，我们若不认识圣子耶稣，我们若不认识圣子耶稣，就不可能认识父神，就不可能认识父神。我们唯有借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唯有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认罪悔改。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罪蒙赦免，我们罪蒙赦免，我们才能与父神和好，我们才能够与父神和好，才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才能够回到父神的面前。敌基督的这两个不认，敌基督的第二个不认，不认耶稣是基督，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父与子，不认父与子，明显的违背了圣经当中有关救恩的教导，明显是违背了圣经关于救恩的教导，挑战圣经的权威，挑战圣经的权威，导致两个严重的错误，导致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救恩论，第一个是错误的救恩论，也就是错误的福音，亦即系错误的福音。那么第二个就是否定了圣经的权威，第二个就是否定圣经的权威。那么这两点也正是许多异端思想的主要根源，这两点就是许多异端思想的主要根源。那么下面我们就用这两点来分辨一些常见的信仰，跟住我哋又用呢两点嚟分辨一啲我哋常见嘅异端嘅信仰。这次信仰是异端的信仰，但是他们都声称他们是基督徒。呢啲都系异端嘅信仰，但系佢哋都系宣称佢哋系基督徒。那么首先我们看摩门教。首先我哋睇摩门教。摩门教认为耶稣出生的时候是一个人。摩门教认为耶稣出生嘅时候系一个人。经过受难、复活、升天以后，成为神。经过受难、复活、升天之后，变成神。他们宣称每个人都会得救。他们宣称每个人都会得救。但是只有摩门教的教徒才能够得到最高的救恩。
但是只有摩门教的教导之后得到是最高的救恩。这是错误的福音，这是错误的福音。另外我们摩门教在圣经以外另有权威，另外摩门教在圣经里之外有另外的权威，他们有摩门经，他有摩门经教义和圣约，教义和圣约和无价珍珠，还有无价珍珠。那么这三本书都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权威，这三本书都是他们所谓的权威。那么摩门教自宣扬错误的福音，又有圣经以外的权威。摩门教既是宣传错误福音，也有圣经以外的权威。那么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端，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异端。我们再看耶和华见证人，我们再看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他们否认耶稣的神性，否认基督代赎的救恩真理，他们否认基督代赎的救恩真理。本质上是靠行为得救，本质上是靠行为得救。他们只相信有144,000人会得救，他们只是相信有144,000人得救。这都是错误的福音，这都是错误的福音。另外他们蓄意的错译圣经，另外他们蓄意地去错译圣经。他们虽然只有一本圣经，他们虽然只有一本圣经，但是他与我们的圣经在一些重要的关于救恩真理的地方错误翻译。但是他和我们的圣经在重要的地方有他们有错误的翻译，成为新世界一本，成为新世界一本，否定了传统的基督教圣经的权威，否定了传统基督教圣经的权威，是不折不扣的异端，是不折不扣的异端。那么我们看到在今天2章18到23节，我们看到在今天的2章18到23节，使徒约翰揭露了敌基督的身份，使徒约翰揭露了敌基督的身份。他们原本就不属于教会，他们原本就是不属于教会，他们的本质是不认耶稣为基督，他们的本质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不认父与子，不认父与子，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根本就是没有重生得救。接下来使徒教导真的信徒怎样才能够防范这些敌基督的诱惑，跟住使徒教导我们真信徒是怎样能够防范这敌基督的迷惑。持守真理，住在主里面，持守真理，住在主里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要点，我们进入到第二个要点，长存神的道，长存神的道。经文的24节说，论到你们，24节讲到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为了帮助真信徒抵挡敌基督的诱惑，为了帮助真信徒抵挡敌基督的诱惑，使徒约翰勉励教会，使徒约翰勉励教会，勿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勿要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那从起初所听见的是指什么？咁从起初所听见的是指咩呢？那么就是在约翰一书的序言当中，就在约翰一书的序言里面，使徒们亲眼看见，使徒们是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耳听见，又亲手摸过的，又亲手摸过的，传给教会的生命之道，传给教会的生命之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的福音，亦即系耶稣基督同佢嘅福音。他过去的2000年没有改变，在过去的2000年是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将来也都不会改变。使徒勉励我，使徒勉励我们，勿要将基督的福音长存在心里，勿要将基督的福音真理常存在心里。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会因信与基督联合，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又借着圣子，又藉着圣子，与父神和好，与父神和好，并团契相交，并且是团契相交，因此也必住在父里面，
因此亦都系必住在父里边。基督的福音真理，基督嘅福音真理，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让我哋真正嘅认识一位独一嘅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并佢所差来嘅耶稣基督，这就让我们得到了神所应许的永远的生命。呢个就系、是得到咗神应许俾我哋嘅永远嘅生命。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将基督的福音真理长存在我们心里面。将基督的福音真理常存在心里，并不是自然发生的，不是自然发生的。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容易忘记福音，我们的罪性让我们容易忘记福音，怀疑福音的力量，怀疑福音的力量，总觉得这福音不够，总觉得福音是不够，不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我们很多问题，我们的耳朵会发痒，我们耳朵会发痒，我们会渴望听是新奇的道理，我们渴望会听一些新奇的道理。那么这些就给了是敌基督的假教师可乘之机，这些就给了那些敌基督的假教师有些可乘之机，引诱我们偏离正道，引诱我们偏离正道。这正是使徒保罗警戒提摩太，这个正正是使徒保罗警戒提摩太的，因为时候要到，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尊天好惜师傅，尊天好惜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偏向荒谬的言语。这是在提摩太后书四章的三到四节，记载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使徒约翰警戒我们，使徒约翰警戒我们，不要被一时新奇的教训所牵引所迷惑，不要被一些新奇的教训所牵引所迷惑，而是为了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面，而要将最初所听到的常存在心里。这至圣的福音真理就是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圣经当中，这个至圣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记载，因为基督徒的圣经当中，这是神有关救恩的完整的启示，这个就是神救恩的完整的启示，不可加添，不可以加添，也不能减少，也都不能够减少。这本古旧的圣经，这本古旧的圣经，这纯正的福音真理，这个纯正福音的真理，在历史历代经历了无数敌基督的攻击和破坏，在历史历代经历了无数敌基督的攻击和破坏，但他屹立不倒，但他依然屹立不倒，更显活力，更加显得活力，更显宝贵，更显宝贵，因为他是真理，因为他是真理，天地都要废去，天地都要废去，但神的话就永远长存，但神的话就永远长存。这是历久弥新的福音真理，因为历久常新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分辨各样教训的金标准，就是我们分辨各样教训的金的标准。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能够规律地来阅读默想神的话，我们都能够有规律地来阅读来默想神的话语，将基督的福音真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将基督的真理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渐渐地长大成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渐渐地长大成熟，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使得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同埋欺骗的法术，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是非，抵挡各样错谬的教，然后抵挡各样异端的教导，为防范敌基督的诱惑，为了防范敌基督的诱惑，使徒约翰警戒信徒，使徒约翰警戒信徒，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福音真理长存在心里，我要将那些是最初所听到的福音是常存在心里，不但如此，不单止是这样，还要将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心里，还要将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心里，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要点，我们进入到最后的一个要点，顺服神的灵，顺服神的灵。最后的两节经文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最后两节经文这么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受的恩膏，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只有主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时的那些假教师，当时那些假教师，并不是被动的隐藏在教会当中，并不是被动的隐藏在教会当中，而是积极主动的引诱信徒偏离正道，而是积极咁主动咁引诱真信徒偏离神嘅道。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十九节咁样讲，这是的引诱没有成功，呢啲引诱系冇成功，他们最终离开教会，佢哋最终离开教会，彻底的暴露了他们的身份和本质，最终系暴露咗佢哋身份同埋本质。但是使徒并没有低估他们对教会的破坏性的影响，但信徒并冇低估佢哋对教会嘅破坏性嘅影响。勉励教会将从主所受的恩膏长存在心里，勉励教会将从主所受嘅恩膏常存在心里。那么什么是从主所受的恩膏？咁咩系从主所受嘅恩膏呢？那么就是指信徒在认罪悔改、相信接受福音的时候。就是指信徒在认罪悔改、相信接受福音的时候，圣灵内住，圣灵的内住，这也是真信徒能够防范敌基督的引诱和迷惑的根本所在。这个也是真信徒能够防范敌基督的引诱和迷惑的根本所在。因为真信徒的里面有神的灵，因为真信徒里面有神的灵，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在。如果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因为真诚的认罪悔改，那么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神的灵就内住我们的里面，神的灵就会内住在我们里面，他就会引导我们将起初所领受的纯正的福音真理存在心里，他就会引导我们将起初所领受的所领受的纯正的福音真理存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么请注意，请注意，纯正的福音真理和圣灵的恩膏，纯正的福音真理和圣灵的恩膏，在信徒真正悔改信主的那一刻啊，就已经得到了。在信徒真正悔改的那一刻已经得到了。因此并不需要那些的假教师再给他们一次新奇的教训，因此是不需要那些假教师带给他们一些新奇的教导，或者是所谓的新的启示，或者是所谓新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经文说，这个就是为什么经文这样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耶稣做见证，圣灵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耶稣作见证，光照引领罪人认识耶稣，光照引领罪人认识耶稣，信靠耶稣，信靠耶稣，持续的与基督联合，持续的与基督联合，也就是住在主里面，亦都是住在主里面。因此使徒约翰勉励教会，因此使徒约翰勉励教会，你们要按照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弟兄姊妹们，弟兄姊妹，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出现了假教师，都是很痛心的事情。出现了假教师都是很痛心的事，处理起来也相当的棘手。处理上来也都是相当的棘手。不可否认，不可以否认，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在这个教导或守护真理上负有重要的责任。教会牧师、长老和执事在教导和保守真理方面是主要负上一个主要的责任。不过教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责任，不过教会的每一位成员都有责任，怀着谦卑的心，怀着谦卑的心，监督教会的每一个教导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监督教会的每一个的教导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就像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提到的第一世纪的比利亚信徒一样，就好像我们开始所提到的第一世纪的比利亚信徒一样，学会分辨，学会分辨，要天天查考圣经，要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要晓得这个道是是与不是。那么任何一位负责教导的人都需要谨记使徒保罗的劝，某一位负责教导的人都要需要谨记使徒保罗的劝勉，你要谨慎自己和
和自己的教训，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要在这些事上恒心。这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谨慎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的教训比较好理解，比较好理解。那么就是谨慎自己的教导是否合乎纯正的福音真理，就是谨慎自己的教导是否合乎纯正的福音真理。那么什么叫谨慎自己？什么叫谨慎自己呢？就是要谨慎自己的生命是否符合自己所教导，就要谨慎自己的生命是否符合自己所教导，是否与自己所蒙的恩相称，是否与自己所蒙的恩相称。我们的生命不但显明在人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显明在人的面前，更显明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更加是显在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虽然我们都做不到完全，虽然我们都做不到是完全，但我们生命的样式要越来越像基督，但我们生命的样式会是越来越像基督。在软弱犯罪的时候，在软弱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真诚的认罪悔改，我要真诚的认罪悔改，而绝不能够否认罪掩盖罪，而绝不能够是否认罪掩盖罪。我们要靠着福音的大能重新得力，我要靠着福音的大能重新得力，继续的信靠基督，继续的信靠基督，跟随基督，跟随基督。那么圣经对负责教导的人有劝勉也有警告，圣经对负责教导的人有劝勉也有警告。雅各书的三章一节说，雅各书三章一节，我的弟兄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里就警戒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这个就是警戒了在教会里面做教导的人要受更严厉的审判，会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因为教会的教导关乎真理，因为教会的教导是关乎真理，关乎生命，关乎生命，不但影响现在，不但影响现在，更关乎永恒，更加是关乎永恒。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们将纯正的福音真理和圣灵的恩膏长存在心里，将纯正的福音和圣灵的恩膏长存在我们的心里，并顺服圣灵的引领，并顺服圣灵的引领，生命渐渐长大成熟，生命渐渐长大成熟，识破那恶者的诡计，识破那些恶者的诡计，行在真理的光中，行在真理光中，直到见主的面，直至到见主面。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祈祷。慈爱的天父，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圣子耶稣，感谢你赐下圣子耶稣，救我们脱离这弯曲悖谬的世代，救我们脱离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也赐下圣灵内住我们的心，你都赐下圣灵来住在我们心中，还赐下圣道做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仲赐下圣道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保守你的教会在至圣的正道上站立得稳，求主保守你的教会在至圣的正道上站立得稳，免受那恶者的侵扰，免受那恶者的侵扰，继续的为纯正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继续为纯正的福音做那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很多谢杨以生弟兄的信息，跟着我们唱回应诗歌，求圣灵充满，Thank you.
请一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克利夫兰华人教会，就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你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下面是我们报告的事项。首先，我们在报告之前，欢迎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弟兄或姐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和弟兄姐妹可以站起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哦，我们有个新朋友，我第一次来的朋友，先自我介绍啊。可以等一下话筒，他可能又换了。哦，没有没有，说，那谢谢你做个简单介绍。我叫雷素长，我可以说国语的。哦，好嘞。OK， 欢迎雷，欢迎雷，也欢迎你以后能常来。可能因为我工作的原因，今天我是请假而来的。OK， 希望能顺利安排你的工作，能允许你来。我希望能调换我的工作时间。也非常欢迎，非常欢迎，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工作的事情吗？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花半分钟的时间对旁边的，当然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就可以对旁边的弟兄和姐妹做一个简单的问候，彼此问候。花少少时间同你身边的弟兄姐妹互相问候。Good. God bless you. Yeah, I know. I'm talking Chinese. 我们今天有几个报告事项。有几项嘅报告。就是第一个报告事项，大家应该都收到了。今天的报告事项比较多，就说也请各位弟兄和姐妹能够为我们教会继续祷告，特别是为我们的中文牧师的招聘能够祷告。欢迎我哋嘅。聘请中文牧师来祈祷。下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我们下周日的主日，我们会进行每年一度的这个会员大会。下个礼拜在东区我们有一个是每年一度的会员大会。这个大会是在下周日的10:15开始。是在下个礼拜的所以东区的崇拜就换到了早上的9:00，跟英文合起来一起崇拜。系喺呢个会员大会喺下个礼拜嘅11:15开始，所以东区嘅联合崇拜咧就系提前到喺上昼嘅9:30。特别欢迎，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教会，包括东区教会会员的，也请大家如果能参加的，也欢迎，特别欢迎参加。如果你能够在下个礼拜出席东区的会员大会的，请你去参加。参加的一个事项就是投票。参加的其中一项的事项就是投票。如果大家不能下周参加投票的，
如果大家係唔能夠下個禮拜去現場參加投票啦，等我們結束之後，大家可以用那個缺席選票，今天可以投票，然後給我們。咁今日喺呢度嘅崇拜結束之後咧，我哋會有一個缺席嘅選票。OK， 在這個是在我們報告下面的事項當中，也可以請同工把我們的選票發給我們會的會員，教會的會員。啊！陣間結束之後咧，就會將呢個選票咧發俾大家會員，發俾會員。你可以發選票 ，you can send to people、在大家收到選票的過程中，我報告一下第三項事項，就是說。今天我们东区教会也宣布，就说我们聘请了一个临时的牧师，大家可能在这看到了，就是说是黄牧师，他在过去几个月也一直在我们东区教会讲到中文堂的一个牧师，他是个临时牧师，就根据我们的暂时的合同，就是说他大概每一个月会在我们东区讲至少一次道周日，而且。从下个月的 November 就十一月一号开始，然后大概的合同大概是一年左右的时间，大概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另外有项报告咧，就系黄恩维牧师咧，大家应该好熟悉噶啦。咁黄恩维牧师咧就系会加入我哋教会作为呢个系。兼職的顧問牧師，是兼職的顧問牧師，咁佢咧每一個月咧有一日咧會嚟講道啊。我想提醒一下，如果大家拿到選票過後，能不能等一下再投，好嗎？等我們接受完再投票。你攞到選票之後咧，請你等一等，我哋解釋下點樣去 tick 啊。你陣間先填，我陣間有筆俾你啊。然後，這個黃牧師他還有一個施工從。下面开始，特别是有一个，他有一个施工叫破碎的心。啊，黄牧师系佢创办咗一个叫破碎的心嘅事工。如果这个教会需要有帮助的弟兄姐妹，佢嘅弟兄姊妹系需要系黄牧师嘅帮助啦。可以跟武弟兄或者说我们东区的包弟兄联系。可以同我或者系同啊包德伟弟兄嘅联络。这个黄牧师也会对大家进行一些辅导。黄牧师会同大家做一啲嘅辅导。对，请跟包弟兄或者吴弟兄联系，我们会想办法给大家，让这位牧师对给大家提供帮助。啊，或者你想同黄牧师倾偈嘅，关于你一啲嘅事项咧，系可以系同我讲讲，我就让你安排约见下黄牧师。最后一个事项，今天就是这个投票，大家都会拿到选票了。係，如果你係教會嘅會員咧，你應該係攞到兩張嘅選票，一張藍色，一張黃色。即係教會會員。對，有兩張，第一張就是選指示提名東方。有一張藍色嘅就係選執事同埋董事。還有，我們會有一個四位弟兄進行董事提名。第一位咧就係鄺建立弟兄。單方佢係選呢個執事嘅，咁其餘四位啦，即係郭寶川啊、朱世雄啊、張德清同埋廖仲善啦，佢就係選呢個係董事嘅，教會董事嘅。希望大家每一個人都選 yes or no， 或者說是或不是，你都可以，好吧？咁希望大家就係呢度係同意或者不同意，如果你係同意嘅話，就喺度聽一聽啦；如果不同意咧，就喺不同意不難聽一聽啦。希望每個都聽一聽，到時候咧交翻去下個禮拜交去教會啦，佢又會點算啦？就係睇下多少嘅票咁樣啦。然後，這四位弟兄好像說郭寶川和朱世雄兩位弟兄，大家不是很熟悉。郭寶川同埋朱世雄弟兄咧，因為喺東區咧，可能大家唔係好熟悉。這些廣告或者是我介紹的，大家應該可能會看到，一直貼在我們那個大堂。喺大堂嗰度咧，就貼咗依兩位嘅一啲資料喺度噶啦。我對這兩位弟兄可能花兩分鐘簡單介紹一下。
我就花啲时间同大家解释一下。德清弟兄，我想苗种善弟兄，我相信大家很多都熟悉，这是两位比较老一点的弟兄。至于张德清弟兄同埋苗种善弟兄咧，相信大家都应该熟悉嘅。郭宝娟和鞠师雄弟兄都是非常忠心的弟兄，在我们东区教会。郭宝娟弟兄同埋鞠师雄弟兄喺我哋东区系一个好啊。郭宝娟弟兄是从2005年起参加我们东区的华人叫克利夫兰教会的聚会。2005年，郭宝娟弟兄喺2005年参加我哋教会，也将近是一位20年的老弟兄了，差不多20年。他也担任过小组的组长啊，还有我们的服饰啊、饭食啊，他带领了很多。参加过小组的组长啊，带领我们的五善啊，咁样嘅。还参加很多一些其他的一些服饰，也参加咗其他啲嘅服饰。他的妻子也是我们的就姐妹。佢太太亦都系我哋嘅姊妹。还有他两个孩子也都是信主的。佢太太同埋孩子都系信主。朱世雄弟兄稍微要来教会年轻一点。至于朱世雄弟兄咧嚟教会咧就比较只系短一啲。但这位弟兄也是信主20年的弟兄啊，2004年信的主。2004年就信的主。他是从2年前2022年来加入我们教会的。佢系2年之前2022年嚟加入我哋教会啊。从去年2023年正式成我们教会的会员。喺旧年2023年已经成为咗我哋教会嘅会员。这位弟兄参加我们教会的很多各种各样的服饰，因为弟兄系参加我哋教会好多各种各样嘅服饰，包括周五的查经啊、主日学啊等等等等其他的，包括周五嘅查经啊、主日学啊等等等等，还有诗歌崇拜，包括今天的主日东区就是他带领的，包括诗歌崇拜，今日嘅东区嘅教会啊，今日嘅诗歌崇拜就系佢带领嘅。最后想讲的是，就是今天的这个投票。就大家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投票，不要有任何的压力。今日嘅投票咧，就系大家应该按住神嘅心意去投票，唔应该受到任何嘅压力噶。涂好之后，放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小信封里去，然后大家可以把它合上贴上就可以了。对，不要写你的名字啊，我们是无记名投票。系啊，我哋系不记名投票啊，你唔需要写名啦。你只要在这个选票上 take， 你 take 同意或者是不同意，对，打叉就可以了，但我不要写自己的名字。Yes， 这张就是关于经常费没有信封的吗？没有也没关系，折上就可以了。 OK， 就折上我们会你填妥之后呢，就是放喺个信封度，然后信封就封埋口，系唔好写名啊，唔需要写名啊。如果信封少了，两三位弟兄也可以放在一起，也可以。如果信封唔够，可以两三位摆埋一个信封，然后封咗个信封就得噶啦。对，放在一起接着。OK。在大家投票之前，我们请杨一生弟兄给我们的投票做一个祷告，然后大家填好，然后合上，然后交给同工就可以了。我请杨医生弟兄帮我哋做一个投票前嘅祈祷，然后我们就默祷散会，谢谢。然之后我哋默祷之后散会。我想也是有一点的勉励或者是鼓励啊，就是说，如果您是投哪一位的弟兄姊妹啊，我是鼓励大家祷告的心来投这个票，然后如果说你投了某位弟兄，你是 yes 或者是你赞成的，那么也请你继续的为他祷告。